俗语讲，挂菜无白唔吃人，囡仔无教唔吃人。老母疼查某囝，为着厝客出来断绝关系，不孝千金是安怎要偷死家己亲生后生呢？天生囝儿未晓想，莫怪天公无目睭。地中忠贞温情深，忏悔无门妈祖求。外道太阳唔惊救，生性温婉难罢休。三日台台正月十二到正月十六，拜九拜五暗时七点半，四川台湾南方偶尔金妈祖。